盼着快长大，长大离开家，告别爸爸和妈妈，独自闯天涯。小小翅膀快长大，不怕风雨大，飞过千山和万水，那里是我家。知道，你就愿意吃那刚出锅烫嘴的，这不好吃啊。不是，有时候饿了我再吃。行，不吃不吃吧。来，秀荣啊，来，快收拾收拾。哎，那个茅台，那个你那个聊也画完了。嗯。妈想接你回家，你说在这儿吧，没病也三分苦。妈带你回家呢。天天让你吃刚出锅的烫嘴的饺子，天天让你呀、啊、吃的满头大汗，把你身体的毒素全放出去。妈，你还别说，每次啊一吃你包的饺子，浑身都有劲儿。你看看，行了吧，妈，可不能听你和茂才的，你俩一见面就出院出院的，人家大夫都说了，他还得在这儿再巩固巩固，他在这儿待着心里踏实。吃什么饺子呀？什么呀你呀、啊！医院大夫的话咱不能全听。希望那年，你爸得了肾炎，全身浮肿，回家一顿饺子好了。那年你忘了秀华得了痢疾，也是在医院好几天都没好。我把他背回家，一顿饺子好了。你不服？妈，你说的对。哎呀，我不听秀荣的。明天、啊，跟你回家。那就对了，回家呀，妈让你天天吃饺子，保证你好。那明天就办出院手续。行，那个南妈在家呀，包饺子等着你啊。那我先回去了。哎呀，该着急了。啊，对了，秀荣，晚上打盆热水让他烫烫脚，没事，再灌那个暖水袋给他捂捂胃，别凉着。行啊，走了。哎，妈，这没带着。对，我走了哈。啊，哎，好嘞，慢走啊，妈。好嘞。哎，服务员。哎，这会儿能吃饭吗？能啊。好，快请坐。哎，小莲，我去招呼老板，招客人。好，好。老板，招客人了啊。好，好，好，马上。国强，哎，准备好了吧？红梅，啊，你以后啊，你再买菜，你跟我说一声，你就别折腾了，太辛苦了，好吧？反正一车就都拉回来啊，这饭我都装好了，上客我去忙了，啊。哎，说是茂才回来了，正正常正事，我赶紧过来看。就是，哎呦，茂才啊，正事来了。哎，别起来，别起来，别起来，躺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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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们都来了，怎么样了？哎呦，茂才啊，你这一病啊，你爸你妈可没少操心呐、啊！不是，我还记得茂才15岁来那时候啊，我们也是来看他。你看那会儿他瘦的，就像个马猴子似的。可没出半年，就让你妈又什么咸鱼贴饼子，又是什么包子饺子的，给你很快就喂胖起来了。可这一病啊，你看你，这又瘦了。咱没事儿啊，幼苗啊不愁长，回家来了，妈不出半个月再叫你胖起来。
你妈妈呀，这双手就是养活人的手。你看咱六婶说的，行，我哪有那么好啊？这六婶一说呀，我还真有点饿了。哎，好事啊！我在医院的时候啊，我就天天想我妈做的饭。妈，我想吃饺子。那秋蓉啊，快给他煮上去，快煮上去。管家，嗯，啊，你这开业，我一直说怎么意思意思，给你买点什么东西呢？没必要。你这事儿啊，我就跟大姐夫说了。大脚薇听说可高兴了，说咱家国强啊终于当上老板了。你说我这么话，本来啊说给你拿200块钱，后来大姐我说不行，我们再添400啊，你这新店开业投个吉利啊。哥，你这怎么谁的钱你都要啊？大姐夫的钱，你说你不是你这他非给不可呀？那生着病呢，如果不要他得着急上火的。我先放你那儿吧。你这后厨，你看需要添点什么，买点什么啊？不用，你先拿着吧。这是我跟大姐夫的心意。嗯、哎哥，过几天回去啊，你问问咱妈那个煎鱼怎么做的。干什么呀？现在这鱼啊做的都不好吃，除了炖呢就是炸。你想想咱妈那煎鱼啊，我想让这个店啊上这道菜。哎。哎，这主意真不错呀、啊！咱妈的鱼是好吃啊，是不是？哎，好，回来我帮你问，你帮我问问。好，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哎，国强，哎，馄饨给你准备好了。啊，你现在做老板了，什么都得自己干。得多注意点身体，哎，你也注意安全啊！啊，那我出摊了，赶紧吃吧。刚才我都看了一下情况，你这个维修起来应该说是，还可以，因为通过我妙手回春的这么一维修，应该没有问题了。那我一看咱们这个整个规模哈、啊，应该在本市来讲，应该说是数一数二的，是吧？应该算是档次各方面，我看都不错，金碧辉煌，包括窗帘，都有一种仪式感，是吧？这个机器设备啊，它这个保养特别重要。就像咱们这个地方，应该说是数一数二的，挂头牌的是吧？刚才过去的这个人员素质，各方面也都特别到位，啊，就像咱们这个地方，接来送往，应该说是这个24小时全天工作，对，机器就是得不到休息。在这种疲劳的情况下，他连续分担就会给他自身机体上带来一些隐患。我们这些人主要就是铲除这些隐患，让他愉快的工作，是吧？哦，好的，一个危机感啊。嗯，王经理，那就是以后这样的，我们有什么需要再找你，好了。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的人员呢，对你拿着，我们的人员就是说都是经过高级培训的，我也给他们上过几堂课。除了这个外语这个功底有一些人员参差不齐的话，剩下基本的维修素质还都到位。咱们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维修起来就如同人的身体一样，人需要吃饭睡觉，机器也一样，啊，该关得关，像人需要洗澡，啊，就是你弄了干完活以后脏了累了，你需要洗澡，
洗澡就特别重要了。你像我今天啊，要不您去洗个澡？啊，今天白天是吧？白天一般，我一般都是晚上出席这些场合，和一帮朋友啊，我们这，但白天也可以，因为今天干了一天活了，确实应该洗一洗。啊，那咱们就是这个，夜不来往的单位都是关系户，就免费这一套是吧？啊，可以可以，我跟经理打个招呼。啊，那小王，你安排一下，那里边请吧，来，王经理。那行，那小王，咱们就啊，里边请，不客气了啊。好，王经理，换下鞋。现场足疗啊，哎，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来，您躺下。来，放脚，把腿放这儿。来，来，放这儿。哎，谁说放这儿啊？这座子是不是不舒服呀？我给您放一放吧。来，我这样舒服。对，我们那个，这样行吗？可以。啊，好。这力度行吗？行。行。重不重？哟，是不是给您捏疼了呀？老板是做什么生意的？开一个制冷设备维修商。哦，一听就像是高科技，您一看就是个大老板。啊，还行，就是手底下有那么几个人。大哥，您还真谦虚。老板，您是不是胃不太好啊？你怎么知道？您看，您这关照胃的穴位这儿啊，有颗挺大的沙粒儿，您试着没？哪儿？这儿。哪儿？这儿。啊，这儿啊，我怎么没出来？您又不是干这行，您怎么能摸出来呢？别整天忙着挣钱，这钱呀，又不是一天两天能赚完的。您没事多上这儿来，我给您调理调理，把胃养好了。哦。啊。调理好。嗯。调理几次就好很多。嗯，哇，都排到16号了。哟，可不，有这么多新人在等着你主持啊，真是不错。哎呀，这不有了方哥的帮助，才有了我的今天。又言过其实了，哎，主要有这个平台展示一下你的才华，只要努力，一定能成功的。我真的不是言过其实。您看，方哥，这我第一次主持婚礼是您给我介绍的吧？第一次主持生日宴会也是您给我介绍的。你看这次这 David 这外国朋友也是您给我介绍的，我真是托您的福啊！又客气起来了，哎，来照顾客人吧。哎，哎，二位新人，哎，你们尽管放心啊，我一定竭尽全力把你们的婚礼搞得特别好，哎，个 good 就热热闹闹的 ，good 热热闹闹的，哎，谢谢。I'd like to know if it's possible for her to organize a. Okay, I will ask her. 秀妍老师，David 有个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满足他？满足，满足，哎，你尽管提。在我们的婚礼上会有很多外国朋友到场，在您的开场白里能不能用英语说几句话？没问题呀，没问题。哎，哎 ，It's OK。别担心啊，我给你找一个翻译来，站在你旁边帮你翻译。哎呀，不用，方哥，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就在台上就用英语呱呱就这么一说，多气派啊！没问题，没问题。哎，Good。OK， 谢谢。哎，方哥。我这套西装可是送给您的哈，哈，您哦，笑纳，这个牌子很贵啊。秀妍，你要花这些钱干什么？没花钱，不是我花的钱，是这么回事，我给一个男装店的老板主持了个婚礼，人家特别满意，就说我送你身衣服吧。我当时一想，你说这衣服吧，就得是有气质的人穿上才好看呢，我就照着您的尺寸要了一套。
秀妍，其实你是太客气了，我帮助你是我心甘情愿的。我常常这样想，我要是有你这么一个妹妹该多好啊，成天乐呵呵的，多幸福。哪儿啊，您这话说应该是我说，有你这么一个哥我才幸福呢。你说方哥一表人才，关键他还文武双全呢。姐，你干嘛呢？行了，快别忙活了，赶紧赶紧，没事，给你倒点这么事儿，你不用倒了。哎，我不喝，哎呀，真的。哎呀，不是，我说你，你看你胆子也太大了，英语主持的活你都敢接，就你的英语水平。你别说这个，什么叫我的英语水平？我那英语水平，我说英语那时候还没你呢，真的，秀红，我就是起步太晚，你三姐要起步早点，我现在早跟人家外国人巴拉巴拉给了分了，我就跟你还交流什么呀？你真是，你赶紧的，我跟你说啊，你这学习英语吧，得有方式方法，我那时候那方式方法绝对的，你就把那个英语书上中国字儿是吧，全标上中国字儿，你们也这么使的？但是真的管用吧？你看我们那时候学那个后母家，后母，你就标上后母，家里没有后妈，家才和谐。你那发音根本就不准确。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你不回头。你别管我了，来来来，把这喜说，对你给我用你的这个发音一发了，我就中文一标一背。哎，行了，说你的开场白吧。啊，开场白就是、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啊，够。英语呢？英语呢就是 ladies and gentlemen。等会儿啊，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劳累的累，我知道他不能是眼泪的累，他肯定是累累。Ladies and gentlemen， 的死，你看累的死，这就是要鞠躬尽瘁，他生生累死的，就 ladies， 你看这记得太好了 ，ladies 什么 ？and 暗暗的，他不是和的意思，我知道。暗不是明暗的 ，gentlemen 摘，什么门 ？gentlemen 摘摘桃门，摘桃门，你看累得死，暗的摘桃门，太简单了。是，要不要尝尝我们店的特色菜？老妈煎鱼很好吃的。好，那来一份那个。好嘞，那就是四个凉菜，五个热菜，马上就到啊。好。好。来，菜怎么样？真不错啊，我知道了，稍等啊。Gentlemen, we are together here today to celebrate the wedding of American friend Debbie and his wonderful bride Li Hong. 哎，儿子，现在不是学习时候，快给妈调调气，鼓掌。好 ，Be quiet, be quiet. 好像还没背呢。哎，儿子。怎么样，妈这英文发音怎么样，评价一下。妈，你说英文哪腔调，真像那马事儿。行了，啊，有你这肯定我就放心了，妈也觉得我念的真不错。哎，你知道吗，这多少年前啊，妈看那电视上咱们那市长在一个会上啊，那底下满场的老外呀，哎呀，人家那英文夸夸夸夸那么一说，太潇洒了。你知道当时妈想什么吗？妈当时就想啊，有朝一日我也得演个女市长。你说妈这气质，你这整成印度服，看啊，这样，妈这气质怎么样？演个女市长可以吧？我当时就想，我也得面对满场的老外，用英语跟他们交流。哎呀，没想到啊，梦想这么快就实现了。你看看，妈现在也能站在台上跟老外交流了。哎，儿子，你是不是悟出来一个道理？人生啊，你得有梦想，你光梦想不行，还得努力。你只要努力了，梦想就会实现，知道吧？你在妈身上看到了吗？嗯。哎呀呀呀！难得，别我这再晚来一步，这锅就扑了。
这铺的煤气都乱了，你说你俩这是撂这儿了，你这撂着我还活不活呀？什么嗷嗷？你说这这这么高雅的事儿，你这铺高什么雅呀？铺了吗？锅一铺，煤气一出来还高雅？完了吗？真是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together here today to celebrate the reading of 什么情况？这怎么中国话不说改说外国经了？不是，爸。我妈要用英语主持婚礼了。那你别跟她说听不懂，你学你的吧。哎呀，你的妈呀！这公司办长不长不说呢，这开始进军好莱鸟不是？好，啊，那接他们。好，接他们。好，好莱鸟。We are together here today to celebrate the reading of American friend David and his wonderful bride Lee Holmes.As you need the joyous action for all of Earth. Present here to celebrate the reading of American friend, wonderful by Lee Holmes. Hongmei.早点休息吧，明天还得出早摊呢。我今天中午啊跟那个加工厂打好招呼了，午餐啊从明天开始不给他们送了。哎，多好的一份收入啊，说不要就不要了。人又不是铁打的，你把这个饭店盘下来已经够累的了，你现在啊只要一门心思的把这个饭店弄好比什么都强。小心手啊。对，大早回来了，啊，我来看看大姐夫。一大早这忙忙叨叨的，就不能晚上回来啊？嗯，我这几天每天加班回来特晚，我怕晚上过来打扰大姐夫休息。嗯，大姐夫最近吃饭怎么样？挺好的。啊。嗯，你放心吧，去吧，看看，快去上班，别耽误了哈。嗯，好。哎妈，嗯，那个什么，就是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你煎那鱼怎么那么好吃呢？怎么经你手一煎，它这又鲜又有嚼头？怎么一大早上问这干什么？晚上妈给你做。啊，那不用，您就告诉我怎么做的，然后我说回家我自己就可以做着吃了。哎，您就说您是怎么煎的，然后尤其是在煎之前都备什么料，然后什么时候下这料，这鱼才能入味儿？怎么？以前什么也不做，现在也学会做饭了。哎呀，我这不嘴馋了吗？行，妈教你。哎，咱们的卫生一定要做好，服务至上。哎呀，这儿给袁总训话。你好，王经理，你怎么又来了？是我们这个维修这个服务啊，有一个宗旨，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修后服务是特别重要的。哦。就是说我们这个机器的运转情况怎么样？挺好的。是吗？对对对，真的挺好的。对对，我们这方面应该维修是没有问题的，从各方面从技术水准上应该是在一个高档位上。今天你看我一身一身休闲，就是步入我们这个辉煌的大厅，我就感觉到这真是规模宏大。对啊，我累的就我过来以后我就感觉到热，你们的热情和我都，你看这身汗。啊，小王，你给王经理倒杯水吧。哎呦，三啊，水是解渴的，不是消汗的。咱们这洗浴中心可有消汗的，冲的这样。啊，那小王，还安排王经理去洗个澡吧。啊，就冲个凉。那里边请吧。好，我们这个对兄弟单位这种免费，这啊，对对对，免费。哎，好的，对对对，这边请王经理。哎呀，王哥来了！哎呀，您来了！您躺着躺着，好，让您久等了啊！怎么样，上次按的还舒服吧？
这挺好的，这通过你啊一系列就是弄，就觉得这沙粒儿的发现哈、啊，那个感受，我现在就觉得胃挺好，好点儿了是吗？您上次走了之后我就不放心，嗯，我想你天天这一忙起来，烟酒肯定不离手，这胃怎么能受得了呀？您得多注意点。谢谢你，小慧啊，你还挂念着我这。没事儿，王哥，您这以后要有什么不顺心的，您就常过来，小慧陪您聊聊天，咱俩谈谈心。我呀，用心给您捏捏脚，就调理俩月，保准把您这胃养得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有。哎呦，对不起，没事，别捏疼了吧，哥。没事，没事。您看，您脚上这颗粒还挺大的，您真得多注意点了。我给那么多客人捏，人都没这么大的反应。哦，您试着呗。对，就咯噔咯噔的。对呀、啊。哦，是是。哎，哥，嗯，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你说，你说。我不是老家有个弟弟吗？这不奔我来了。嗯。也没工作，您看您单位那儿缺不缺人啊？真是一个好姐姐，哎呀，这从你对我这一个陌生的客人，这个态度，在一系列到你弟弟这儿，我感觉到你是个好女性。你弟弟对这个制冷啊、什么维修啊方面这些知识掌握的怎么样？这不会不是可以跟哥学吗？啊，那倒是哈，那倒是。那你弟弟什么学历？这孩子初中就毕业了。初中毕业。外语情况，不太行，那就有难度，有难度，恐怕够呛。哎，哥，您看，您认识那么多朋友，您一看就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不行，您找找朋友给介绍介绍。啊，你就说找我那帮就是关系，那倒是有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啊，啊，对，是，好吧，好，我给你安排。行，麻烦了您，哥啊，您给费费心。好。哎，我给您捏捏腿来。那个，哎呀，这没事、没事，您躺着，给您捏捏。不是那个，没事没事。哦，这放松点。随着我们这个不断的友谊，这个增加，这个关系啊，不断的贴近，就感觉到还挺不适应。还没事儿。没事。您放松点。哎呀，这行吗？这力度？这力度这到位。行、嗯，挺到位。老婆呀，哎呀，真得注意保养身体了。一晃这都人到中年了。我服了死黑。哎呀，小指豆还得攥下了。哎呀，我说我这脑袋蒙的，就什么都背不进去呢，就是让你给熏的。熏什么熏？你天天绷着个脚，你不觉得恶心吗？恶心啥？自己的脚刚洗完。你就算是有味儿，也得算是生活气息较浓嘛，这叫。对，我给你做个足底来。哎，你干什么呀？你这是变态吧？你跟这客自己老婆的脚，我给做个足底，我还变态？行，你别变态，我自己我就。啊，没事。这怎么回事啊？最近老是晚上来信息呀、啊？啊？不是，这不是都是那个什么吗？那个查那个啥的，那个设备。查设备的白天不发信息，晚上发信息呀、啊？就是，你说多讨厌！可能是晚上用电量大呗。秘密的着呀。小花，我跟你讲，我这几天特别忙，总想放松一下，但是一点时间都没有。这不几家宾馆都约我去检查设备吗？啊，从早上忙到晚上。你放心，你弟弟那件事儿啊，我到时候时间来。你也注意身体啊。好嘞。这跟谁呀？哎呦天哪！临睡前了还柔声细语一下，啊？哎呀，你别瞎猜疑，你吓死我了！都是一些检查设备的人找我。瞎猜疑什么呀？还影响你睡觉。就你这样，你还能整出地下情是怎么的？哎呀，还是老不了解我。哎，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求你帮帮忙。就是我检查设备的哥们儿啊，他弟弟从农村过来了，想找个工作。你认识人多，你帮个忙呗。来来，我来。找机会吧。好，就找机会行。哎，我烧。你烧我拿过来啊。哎，好呀，你放心啊，你快躺下吧，爱你啊。
管家，管家，这已经给你放这儿了啊！哎，好啊。哎，这国强这饭店真是辛苦你了，还是亏了你。我回来越琢磨越觉得，国强真是挺有缘的。你说你们两个人天南海北那么远的能走到一块儿，啊，太不容易了。国立哥，你别忙了，坐下来歇会儿吧，我先把这桌布洗了。哎，我帮你吗？不用了。啊，国强，你也别太累了，你这白天当老板啊，又得在厨房里头，你这是一早还得采购去，这什么人也受不了啊。忙比闲着强。你这人的潜力真是无限啊！那想当初你一个在高楼大厦长大的人啊，现在居然能在厨房里安营扎寨。那妈要是再问的话，我可就说了啊，就说你在这边开饭店了。行行行行，你少说两句，跟妈说那干嘛？反正我以后过来就帮你忙啊。哎，我觉得你狐狸妹人真挺好的。哎，你说你们俩儿子在一块儿活着开饭店，真有点意思。这咱妈要是知道了，肯定特高兴。哎，装什么什么的？哎，我让你问你煎鱼的事，你问了吗？哟，我把正事给忘了。不是，妹，那什么，我问忘了。咱妈说呀、啊，那个鱼做之前啊，把鳞刮干净了，你得先拿盐把它腌透了。回家呀，饭量就大了。你看，这一碗粥都喝了，再吃点。嗯，主要是妈做的好吃。嗯，吃完了，嗯，跟你爸出去走走，风啊。我这不正要带茅台出去走走吗？哎呀爸，你这是干啥呀？你给拿这儿来，拿着。嗯，借点劲儿啊，能多走几步，这个好点。哎呀爸，你看你这，哎，试试，行吗？行吗？嗯。哎，等会儿，鞋带我给你系上。哎呀，这把我当成小孩了。你现在可不就小孩吗？炸吧炸吧的。你妈呀，好好喂你，几天就满地跑了。嗯，行。啊，走吧。哎，慢点啊。慢点啊，小心点刀口。慢点。秀荣啊，嗯，你一会儿跟妈上趟商场吧。嗯。人家张婶家那外孙女买那套运动服可好看了。嗯。给咱欣欣也买一套。哎，欣欣好长时间都没来了哈。哎呀，我这一想起国立这一家呀，我这心就慌慌。你说国立昨天来看茂才，还问妈鱼怎么煎，你说这三口哪像一家人呢？茂才病了这么长时间，丽敏都没来看看。行了吧，你甭怪他，国立呀就没敢告诉他，丽敏家忙着忙那的，在忙活孩子，甭怪他啊。这不是怪不怪的事儿，茂才，我看你这阵子走道啊，脚跟子硬实多了。是啊，我也感觉到有劲儿了。哎呀，这头些日子啊，是走一走啊就得喘一会儿，毕竟肚子上开了个大口子，伤元气啊。要不歇会儿？哎，不了吧，再走一段。哎呀，还是你妈说的对啊，七分精神三分病。当初啊，他从医院把你弄回家，我还老大不愿意，现在看见他还真对了。哎，主要是你妈给你熬那个老中药给劲。是他先是给彭鑫熬，给秀红熬，现在又给你熬，这都成了快成了老中医了。哎，小姐，我回来的正好呢，来，那个客人点的馄饨啊。到了，马上就来。好嘞。哎，老板，来了啊！哎，小赵，我刚接过来，这口味怎么样啊？好，不错。特别是你做那个煎鱼啊，真棒，真地道。咱小赵我比不上大饭店啊，就是给客人一个回家的感觉啊。想吃什么，要什么口味，您就提。菜单没有的没关系，您只要说出来，我们就做。好，哎，到时候欢迎光临啊！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哎，红啊，以后啊你就别出早摊了，早点啊在饭店里卖，肯定比出早摊效果好。再说吧。哎，
国立呀、啊，你说这阵子我光忙活你大姐夫的病了，我可好长时间没看见丽敏和欣欣了。我一问丽敏和欣欣，你就说挺好，再就没有二话。我说我要给欣欣送套衣服，你说什么也不让。国立、啊，你可是妈的好孩子，你告诉妈，你和丽敏到底怎么了？我要跟你说了，你别告诉我爸。你说吧。我和丽敏离婚了。离婚了？什么时候啊？到底为什么呀？这一言难尽。你说离就离了，你考没考虑欣欣呢？你眼里还有没有你爸爸妈妈了？而就他们那家人啊，离也就离了。这件事情你不给我讲清楚，我饶不了你。说离就离了，你不寻思有没有孩子，你也不寻思你有没有爸妈。这心呐、啊，刚松快两天，老才能吃饭了。秀华明杰回来了，国立又离婚了。这李敏娘家也太缺德了，早晚有一天他们得后悔。你说有他们这样吗？啊，咱们家国立怎么了？凭什么受他们家这么大委屈啊？还用得着李敏他姐他妹出来给他做主？他们家人啊，就是势利眼，狗眼看人低。这事儿啊，我得跟秀华和秀燕他们说，以为咱家没人了是怎么着？欣欣咱也得给要回来，不能跟着他们家，早晚得学坏。还说了行吗？那丽敏是欣欣他妈，哪个孩子能离开自己的妈呀？哎，这样吧，咱俩明天呢，上丽敏妈家看看再说，啊？妈，用不着去。你越给他们脸，他们越觉着咱家好欺负。行了，别操心了，睡觉吧。啊、哦，来了！哟，国立妈，今天不，我们来看看你。啊，快快，里边坐，里边坐，来。啊，金建公，你好啊！来，我给你倒点水吧。不用客气。丽敏呢？哦，她上她大姐家了。今儿那边呀换热水器，家里没人。清洁工，我是替国立来向你赔个不是。他跟丽敏离婚呐，我昨天才知道。他离婚不告诉我是他的不对，可他和丽敏生活了这么多年，孩子都这么大了，不能说离就离呀。谁说不是呢？国立和丽敏离婚，你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你们家国立呀、啊，给他机会，他不珍惜呀、啊。现在倒好，长本事了，成天跟老婆孩子较劲。我说了他两句啊，他还跟我撂蹶子。他们的事儿啊，我也管不了了。清洁工，国立身上是有毛病。他是没有你要的本事，可天下的两口子不能因为本事说离就离，要是这样谁也过不到一块儿去。那倒是咱们的不是了啊。我呀不舒服啊。啊，你家老头呀这两天他不舒服，您刚来之前他刚吐过。哟，金天公没到医院去看看呢？我那小女婿说呀、啊、今儿一大早来车，可是你看现在都几点了也没来，打电话吧还关机。啊，亲家母你先别着急，亲家公咱有病啊不能在家等着，给国立挂个电话吧。啊，不，
我可不让给国立挂电话啊，可是我谁都不要他们，我自个儿去行吗？秦天母，你别着急，秦天公，你别这样，国立在你眼里啊，再不好，他也做了你多年的女婿，你有个病，他领你上医院是应该的啊。秀荣啊，快给国立挂个电话，给国立赶快挂个电话。怎么样了？哎，化验结果出来没有？还没有呢。你这样吧，这是那个住院通知单，你先去交押金吧。哎，好。到结果我取就行了。那你一个人能行吗？我要带爸去 CT 室了。您去吧。国立啊，我怎么这么迷糊？那行，你先坐会儿，先坐会儿，缓缓。你坐。你先等一下吧，等一下啊。您坐这轮椅啊，啊，我坐。我坐这不更迷糊吗？行，您再等会儿。爸，我出去了。干嘛呀？咱们去 CT 室。哎，还要检查呀？不是最后一次，您再坚持一下。再还有一层，马上就到了。哎，还要上楼啊？那 CT 室在楼上呢。我实在走不动了，我迷糊。哎，那要不咱还是坐电梯去？啊？刚才坐电梯我不就迷糊吗？你还让我坐呀？咱不坐了好吗？哎，行行行，哎，这样，我背你坐上，哎，坐，哎，在帮我个忙吗？成家，妈妈没。